持续。虽然今年连牛年年宵市场都搞不成，不过我们还可以直入元朗欣赏这片盛况中的百合花田。这款呢就是金百合了，你看这色多 sharp， 你看变成一大片金黄橙开了。原来亦找到其他品种的百合花，好像很受大家欢迎的香水百合紫罗宾就在一月初率先开了，一走过去就闻到淡淡的清香，好密又不俗气。原本呢它就是香水的原料，采访当日啲花只是开了一小部分，原主信哥话呢，如果他们全部开晒的话就会香到晕了，连他都顶不顺啦。为了大家的嗅觉着想同埋保护脆弱的百合花，今次虽然冇得落田，但大家仍然可以近距离赏花同埋揀花买返屋企噶。另一边还种了绿翡翠、少女的渐变等等品种的剑兰，预计会在这个星期开放，到时就可以走入去缤纷花海入面打卡啦。赏完花之后记得去买全新的梦幻花廊，有花花拱门、南瓜车和心形花门影相位，一次过满足大家的打卡瘾了。